老爸靠油资了，靠点油资了，这一锅不少啊。啊，这得不是这靠油，你必须得靠水，靠水给这油炖透它。啊，完了这水靠没了，这油味才能好。这块是挺大呀。一煎就好了，一回靠就好了。你靠它油下来就没多少了。常姐搁这紧着说，这五花呢？不是块小了之后，你这咋的？啊，这糊吧，糊吧，糊吧硬啊！啊，我使这肉皮练的这个铁糊。一会儿这点水靠没了，就可是下油了。父子俩搁这，搁这上灶呢。那必须的，你这。得好好处理处理这个工具，这样。你不负责和面，我俩负责的。哎呀呀，崩了，就开始崩了。咱就给他那小锅挠锃亮。这两天我这十多天没搁家，给我这锅都整干巴了。我给他放假了。我不得赶紧给你练。爸，我没使那个锅。是啊，你不使那锅这玩意儿不能放那块儿。那常健又说的，又不要烧水，又不要打酱的，干活没干对，干差了。油膜没有了就不行了，是不是？油膜没有了就不亮它了。拉小点火，慢火，慢火给热它着着。白茶子、黄茶子。对呀、啊，你必须得给它靠黄了。你靠黄了吗？今天整三块面。三块面怕不够吃。嗯，多乎的。哇、哦，有水了啊！哎呀，吃点啊，吃点好不好？吃点。吃点这块吃了，啊，这块，给你，你快来吧。嗯，妥，带咸菜的。爸，是不是从小给家就干的？有好吃的赶紧。带咸菜呀。看哪块好，赶紧搂了。真行。看哪个好的话，就吃一下。哎，哇，嗯，这包饺子有比的吧？切厚点，对了。你薄了它硬。嗯。再给你。妈，又来一块。再送。哎呀，一会儿这俩玩意吃没了，留两块儿。这豆角你不搞这个油都不好吃，豆角了、窝窝了、什么土豆、苞米了，嗯，这个酸菜啥的，你都得搞这。老爸说的，这是三袋酸菜。啊。嗯。油资了。酸菜油资再搞必须毛葱，对。这小毛葱搞里边，搞点咱们那大豆油。把你那个油资了，高盐了是吧？高了，高了，没高多少。啊，嗯，十三香灵魂必须得安排上，来点酱油，这必须得，小味儿必须得到位。这一拌，你看行不行就完了。越瞅越好吃。哎，看 Q 弹回来了，这就 Q 弹呗。Q 弹。嗯，这是这个筋性大。对，再是那个。黑的那个面是吧？对，麦麸面。好打馅儿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酸菜馅儿非常好打呀。擀，并且擀皮儿小，一般我们吃饺子没有你们吃的这么大。不是擀皮儿，是揪剂子。嗯。揪剂子揪的小。老家呢，这有半个月供暖的。老家10/15号。13号。试气嘛，嗯，15号正式供暖。咱这得差一个月。差一月。这个差一月啊？嗯。嗯。是一月份的。嗯，11/12。关键也不冷啊，这不到那时候真不冷，没感觉。跟天津一样啊，天津是11/15，也差一个月。对。昨天我问我大孙子，我说你喜欢哪边？他说那当然喜欢南边。我也没去过。我说怎么喜欢南边呢？你这北边不行，北边这个太冷。我说南边冬的时候走的，他说那还感觉是也是还是比较好的。不愿往北边走，哎，上南边。他说一到家那咱想起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，送上学，他说那太冷了，那家伙捂的捂严实就回净雪呀。嗯，戴帽子，戴手帽。对。他说五颜色的净雪那个感觉还记得。这真娘啊，这我妈可是俺们公仨人，我妈擀饺皮专业，那真快，专门擀饺皮。擀得快呀、啊、妈是愿意擀饺皮不愿意包饺子，是不是吧？不愿意包。嗯，他说那个信不着擀皮，因为说确实是擀不好不好使那皮儿。对对，
各干一手活儿，各干一手，感觉很快。这点麻椒油拌个小凉菜，剩下直接蘸饺子吃。哎呦，快扒了，不扒了又糊了。下干活人闲不住。这个不够往下，我来这面。哎，哎呦，炸点油。哎呀，这就是花椒油啊，正经味儿。这不跟你学的吗？刚那个花椒油炸一下子，完了搞点蒜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一拌才好吃呢。黄瓜片、香菜、小葱，咔咔往里搁。这到老爸学的。油条得顺锅。啊，顺锅顺嘴。对呀、啊，得顺锅。顺锅又顺嘴，顺锅就扎着呢。腐竹拌黄瓜，这有点大，没切，整块的来了。干活人整的多了，还完倒忙活了。这仨人整的紧巴巴，这仨人板板凳凳，板板又凳凳啊！这是盘子，开吃啊！上饭点，开灶啊！五盘子，这一人一盘子够了。今儿真尝这个馋的酸菜馅饺子了。馋酸菜馅的啊！馅饺子，行，你看我这没喊停，就停了，直接就给你撒打了，直接就给你撒打了。我这个多点儿，这辣椒能吃不吧？我不吃，啊，不吃，我不吃辣椒。来吧，烧吧，来吧，整口吗？整一口。开饭前先整口呗。啊，开饭前先整一口。那我得那凑合一下子。一般都是不说开饭，我一般不吃。都刚才都开完了吧？啊，开开饭。啊，你大点声。哎呦，我好怕疼都。一般不说开饭前，我都都。嗯，心里都不。对，尝尝。尝尝怎么样？哎，好吃。这饺子不腻，不腻，跟家里那个酸菜酸菜饺一样。一样吗？嗯，行，一样。这不咱家饭店以前酸菜饺子味儿。对，这小菜挺好吃。小菜挺好。哎，这个你尝尝去吧。我尝尝。嗯。我尝一块黄瓜。嗯。他整的那料全，我俩面是有包，小那样，那高汤小油滋了，嗯，关键是肥油，那没法吃啊，你就靠油滋包饺子。买那个农家猪肉就肥肉多，大肥肉彪子，就长的这么厚，你说你咋吃？那，就靠油滋包点饺子挺好，包点饺子。不用包肉，就包点这个小肉渣。对，包肉没有包肉渣香。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哪天我老妹来，我说整吧。我老妹吃吗？吃，看怎么吃。吃肉渣不吃那得靠啥的？靠狠点的。这样呢，没事吧？比这再狠点。比这狠点。嗯。丢资了，你泡靠他干不了呢。我信。你靠它吃了呢，还吃不出来油滋的那个味儿。嗯，最主要是恰到好处。完了馅儿还得大点。这个整体两瓶一瓶。一瓶一瓶。你看，一瓶。加一瓶小罐子。加一瓶正好。这辣椒你咋还没吃呢？嗯，还挺粗啊。别多。嗯。给个碟吃过来。嗯。他就给我阿姨家拿来那个那一串吧，还没吃没呢，一直到现在还没吃没呢。嗯，那串辣椒，你看它这样炸完就不辣了。嗯，对，挺好。哎，搁这干啥去？嗯，不搞。我们哥家小圆那辣椒，嗯，没摘，你看都红了，那家老辣了。嗯，你们那辣椒到秋天也能串一串吗？差不多，那些长出来不少呢。那。那红了硬了就不吃了，就吃尖上那个小绿去了。嗯，完了你等那个生这个到秋呢，就给它揣上。那你说那小圆还行，那个大小够用那些。够用，太够用了。嗯、小蘸酱菜啥的，黄瓜蒸我蒸两茬，嗯、不断。嗯，那真是。来年就够好整了，来年嘛，给人家都说了，这么一年来年就，啊，自己来，说来年这小圆的图纸啥的就。不像头年那样事儿的，头年你种它那丁不好，不长啥。嗯，
我春的时候空的棚，都塑料布扣的，种的小菜啥吃好长时间了。这么一年就把这个土养过来了。对，要不然你这土就相当于搁外边拿整生土，就人家长草了。那样长草不也长？那土长，是不是？行，什么玩意儿？电话呀，闹铃。闹钟。那整个八点半闹钟。早上的啊，早上的，早上的啊！你今早给我定了一个闹钟啊？对。哎呦我的妈！今早给我定闹钟，我说八点半，今天晚上八点半起来。八点半出门。啊。定的也是八点半出门，现在才干啥、啊、才响。你这闹钟定的？这定到完我今早我说到点了吗？我没到，没到点儿、啊。我今咋没响呢？昨晚上定。定不响。你就得当我了是。这我也没听别人唱的。没有，我大孙子上学那晚可准了。嗯，两遍。他到六点。嗯，两遍。来，想了这一遍不能起来，嗯，思考思考，精神精神。第二遍起来了，这也行啊，这也啤酒啊，哈尔滨啤酒啊。那天小二哥去上咱哈尔滨，咱买的这个，就买这个剩一罐，嗯，没喝了，没喝了。搁那兜里压着了，忘了。1900，嗯，这真是。有个啤酒说这个，这是老式啤酒，1900，还有劲，是吧？马拉车，对对，这边没有卖的，这边没有卖这个酒。嗯，他这个不外产，有嘛哈尔滨，他不卖这个酒。这啤酒比较好，嗯，一会儿给你留一杯，你尝尝。嗯，那天我跟老爸喝了这个，浓啊，还咋的？劲儿大，劲儿大，哈尔滨啤酒，那就是马拉车，劲儿大。对，哈尔滨最好的啤酒。嗯嗯。咱们吃完，我儿正好回来。那可是，嗯，今天吃晚了，真叫我整晚了。要不咱就按正常这点吃完了。咱们这也要团圆了。啊，团圆了。胖妞跟老妈也要来了。嗯，那是必须的。嗯、不知道买哪天票呢？啊，不知道。嗯，不知道哪天的话。就是解钱，解钱只要能来。对。不知道哪天能抢着票，就哪天就来了。一家人家过年过节就是图个团圆，图个高兴，图个快乐，嗯，这就是一家人的那个幸福。要不他俩不来，总感觉不得劲儿啊。对，是，对呀，生俩也可那啥了。只要不在家也就那啥了，上班也那么劲儿了。这样的，你说搁这块，要每年你俩人搁那过。对，要是每年你在家的话，哎、其实正常啊，你们仨搁那嘎达，三个人正常，不咋太孤单。这里面剩俩人，手机有点孤子。完打电话，那天的视频成逗了。妈说的，你看看，这锅也不亮了，那油壶那嘴也不张开呀。老爷子走了这，啥都不好使了。行，过两天就来了，过节搁这嘎过个节，热热闹闹的。